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依然由我和刘老师在这里为您讲解第十二届畅棋杯中国围棋公开赛复赛第一轮的一盘对局。那么这盘对局呢，是由年轻的童梦成四段对阵依然年轻的谢尔豪二段。那么这两位棋手呢，现在都是征战围甲的棋手了，虽然都是90后的小将，但是实力呢，都已经非常突出了啊。刘老师，您对他们是不是非常了解啊？对，这两个棋手啊，正好是这个是我带的这个辽宁队儿，您的队员是吗？对对对对，两个都是在围甲当中是比较主力吧。年轻，然后正好是当打之年。对对对，在我们这个辽宁队啊，这个发挥不错。所以对他有一些了解。他们两位选手呢，今年都不满20岁，这个谢尔豪呢更小一点，是98年出生的。是的，谢尔豪是湖北人，那么对对对，童梦成是浙江人。是的，是的，童梦成是这个非常著名的马小春九段的老乡同乡。是的，好。好，那我们先来看棋吧。好，这盘棋是由童梦成执黑先行的。对，还有小木。小木。星位，对，普通阵势，守了一个大飞，守一个大飞角，是的，这都是常规布局，差不多，对，差不多。小木这种铺阵，现在一般都是挂角，分头的少了，都挂一个，都挂角，现在全都走这个，走这个定式，因为这个最近研究，小飞，现在成为一个套路了，然后一间地夹。先挂了一下，然后再反夹，对，这个现在好像都喜欢这么下。这个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个下法很多，黑棋，然后尖三三，先小尖，然后再尖这个，对，挡住。因为现在对于现在的大家认为这个贴七目半这么下呢，白棋快速给你定型，这么布阵，都比较熟了，觉得这样可以，这是都大家认可的一个布局。没错，是这样。现在这个征子，然后白棋在这儿引征一下。白棋先一间地加。一间地加，在这儿。一间地加，对。对。这个也可以，以前我是这个二连星的，这个也下过，是，现在都在。现在是小木，稍有区别，对，稍有区别，对。现在呢，这接下来这个次序，我不知道，我看的棋谱是不是完全正确啊？是，因为他跳的时候呢，白棋是这样下的，白棋就先冲了一下，是的，然后再顶住。就普通来说，人家跳的时候比较正常的应法是白棋单挡，挡在这儿。是不是这样比较常见一些？不，冲一个也可以，应该说可以，冲一个可以，冲了顶住，冲点，冲顶了。然后他走了这个，您看的次序是这样的？是这样。是他就是这样。这个要引征，这里要跑是受不了的，因为你现在爬这个的话，被他跑一下，你肯定是不行。他脚上没死。他如果说跑的话，黑棋大概只有长这个。现在这个就麻烦了。这个他还有这个，还接着压，对，比如说这就不是脚上死活的问题了啊。这样的话，这个有个断，是吧？然后他得补一个，补一个，比如说走，然后他再走这个，还没死，还是活的，还是活的，嗯，这个是白棋希望的，哦，白棋希望成这样，他希望你来爬我一下，对对，然后这个脚，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左吃右吃还没吃掉，对对对对对，这个是黑棋。是提掉的，对，是要补，所以他需要在这儿提一个，对，是的，那么白棋再拐下来，对，是这样，这顺序是这样子的，是，这个应该就这么定型可以了，这样的话差不多吧，对，差不多，还是很早的一个局面吧，反正都很普通，下的还是普通，这个我记得童梦成他下围甲的这个历史更悠久一下吧，应该谢尔豪可能是后来才开始下的吧，因为他年纪小一点，年龄他本身就大，对，大好几岁，是的是的，童梦成原来是在浙江队，嗯，后来转会到我们辽宁队，是这样，是，他好像最好的成绩呢，他是获得过那个新锐赛总决赛的冠军，还挺厉害的那个，奖金也挺高的，
是，然后他在这儿高挂一个，高挂，这是眼见的一手，因为那面感觉很大了。是的。这个棋，愿意黑的白的，这个是愿意下黑的，愿意下白的，真的很难说啊，难讲，难讲啊，这不正，你喜欢下黑的白棋？反正要我下，我肯定下不成这个样子。这个啊，这个就没有。我对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一无所知，所以我对这个局面不太喜欢。不太喜欢。对。黑的白的都不太喜欢。对，是的。现在白棋那么挂角，那个是那面应该是主要的一个战场。对。因为这面都走了，就后了，应该黑棋发挥后，必然要赶快进攻那面了。没错，白棋现在有高架，这个也有这个，也有这个，都有，就爱好问题啊，这个也很多，喜欢实地的可能会这个是的，这银仙地架是不是，就在这儿有个子的时候会少一点呢？哦，你说，对，好像这看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别扭，感觉这个舒服一点。好像看着好像是这样的下法。如果这样，这是他希望这样。跳一个啊，这样那面那个子呢有点作用，是吧？对，就看着好像怎么也得发挥点作用嘛。对对对对，那就是二尖高加比较常用，比较好。如果你走这样呢，我靠出来呢，这个子也好啊。对，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黑棋他没有按常规那么下。对，你这个如果直接走，比如说走这个，他也是拆一，哎，小跳一，他这个都有对策，他呢都没有给你直接走，干脆就这打入，在童梦城，童梦城跟谢尔豪他们又是队友，比较熟，双方了解的布阵都可能一起都研究过布局，因为他们要共同对付的时候，下围角都研究不少布局，所以比较熟。他对这个可能，对付对方也有点招啊。他这个直接打入，打在这里呢是比较出乎意料的下法吧，因为总觉得这个地方人家是三打一啊。你虽然有一个大飞的背景在这儿，但是人家夹住你的时候，二尖高加夹住你，你居然敢从那儿打入，是否觉得稍显过分了一些啊？对，但是过分是过分，但是人家得也得拿出招来对付他才行。对于这个打呢，有几种下法，普普通通的可能是拆一居多，他跳起来你也跳起来，这个是也是一种下法。那么黑棋就等于说把阵势转到他是怎么下？也可能这一类的。这样吧。那么白棋在那边，比如说这一类的。在他。这是一盘棋。这个是一盘棋。看看就喜欢哪一种。那么。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思维哈，一般是这一类的，要跟它分开就行了。像它是直接在这里靠出来，靠出来，是的，一般是不愿意沾着别人的子走，它是直接靠的。靠的话，这个棋它走在这里，搬。那好像现在在网上长看起来这个不行，也不太好。长不好。对啊。那个人家这个子的位置比这个腰刀的位置要好。对，这个长并非好棋。所以长在这儿他不肯，他就要走这个，对，这个是要走的，他长在这里。嗯。我对这个两个靠，觉得不是，我觉得不见得是有差异好。靠了有可能损的帮他的忙。是不是谢尔豪觉得这个拆一的变化，就是让黑棋跳出来之后走到这边来，他不满意？他可能也不满意。他不满意，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是就。他拆一了。拆一，这个这不走被他跳了，连起来不好。这个断打也不好，断打过来吃了护珠，这个也，这是黑棋可能也希望这样。这如果这样的话，他这个二尖高加的子就彻底就伤了。这个走个定式吧。是，大概是这样。这个字太糟糕了，这看看。本来这个定式也就这样嘛。对对对。哦，对对对，这个本来是有一个那盘棋啊，对，本来是有一个这个吃的啊，但这两个是俱损。这个所以说这个靠，并不是多让人满意的这个下法，这个靠。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黑棋打入这个其实挺难应付的，好像感觉。就拆一也可以。就拆一是吗？你要走个俗的，尖一个，反正不要碰它，比较好，不要碰的好。其实实战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好的，像小尖之类的。小尖啊。这个，那么跳一个啊，这个，
这个棋走在这里，拖靠，对，靠一个。然后白棋呢就走上面了，走的比较简单，对，简单。我觉得这个直接顶了，这么白棋就这么下，嗯，是不是我总觉得呢，掰下去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您觉得要掰下去求战吗？这样掰下去，那么他要糊起来。断一个，断一个，你尝一个啊，这样走一个那个什么，再靠三三之类的，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下法啊。现在走在这里被挖了，一般是可能尝一个之类，他是单虎的，他这直接虎，直接虎的，嗯，直接虎。然后黑棋拖三，拖三三，拖三三，好棋，好棋，单拖，也是白棋尝一个是吧？这样尝一个，走一个普通招，嗯。先尝也是这样，先尝完了他不补呢，这个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补一个，嗯，也是可以考虑，对，啊，也可以考虑这样的下法。黑棋也不会直接断上去的，估计他会断吗？不会断，不会吧？如果断，我觉得也是。如果断，他这个并不好。嗯，哎，这并不。这单关断上去，让人家走在外面，好像不是什么好事。这是白棋也可以考虑这样下。是的，可以考虑。当然呢，他是单虎，被他拖一个呢，这个是个好棋，应该说。他拖的时候好像白棋很难办，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一个怎么。如果断，这长一个，因为多你再吃下来，他多一个子还可以考虑。啊、比如如果你这样的话，啊、我觉得还可以考虑，啊、比如说这样，他是不是这个？哎。立下来。哎。你大概是这样，你不能走这，走这被夹住、哦、是吧？是的。大概是这样，我把脚给吃了。然后你再闷住这个，这也是一盘棋，他再往那边走，或者走这边。嗯、那这白棋的脚地还挺大的，比刚才那个吃的强多了。可以考虑脚稍微大一点，心里掌握一个平衡。但是呢，如果断这个，他可能挤在这里。他就转到脚上去了。哎，对对对对对。嗯，假如说接上吧。他打一个，接上。站上，那么脚上立一下。那这个脚活的还是蛮大的、大概是这样，夹一个，夹一个辅助，然后打吃，站上，嗯、大概成为这样。白棋再走中央、嗯，对，差不多有十目棋。这中央这俩子还没吃掉呢。但是，哎，这也是盘棋，嗯，一盘棋可以考虑的一盘棋。嗯，这个是这个没有去走那面，别的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你别的下法就没那么好。走不动，主要是你不管怎么弄断它，你都不好动。舒服是吧？对，在这儿。这个棋，你下的白棋有点难受，难受哈。嗯，然后他回头又搬了一个，搬了一个，就长了两下。对，是这样下的。这个长呢，被他点一个，我觉得不舒服。是啊，是吧？那么有没有这样考虑？先冲一个。啊，先冲掉他。哎，然后断在这里。断在这边。断。现在断的话，他应该会吃掉吧？估计。吃，那么再拐一个先手。对。是吧？然后他就搬一个。搬一个，对。嗯，虎一个，虎吧，虎一个，那他再长是不是好一点？这样就没有点了，啊，就是说脚上会厚一些。哎，对，这样就没有点了，再加他立了。是的，可以考虑一个这个下法。嗯，那么实战是单立，单立点一个，总觉得有点心不忍。是的，主要是人家点掉之后啊，还有个很不舒服的地方是，人家以后尖是先手，这儿有个尖段。所以人家什么时候想尖就尖。这个因为没有那个冲断呢，你这个都来都不行，对，都没有反击。你现在冲断没有用，人家可以接这边的。这哎对，那边这都没有反击，因为断了这有冲断，对，哎，所以这个又没有办法忍耐，嗯，这个感觉被黑棋便宜了，哎，一旦你刚才说这个是关还先手关子，对，是，嗯，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再跳呢，嗯，还是觉得。折腾半天呢，白棋攻了半天，觉得本来是白棋的脚，对，不有不太舒服的感觉，嗯，他走这样是吧？对，而且白棋本来是三手棋啊，虽然说黑棋这边有两手棋等着，但人家挂了一个，等于多两手棋了，这样，多两手棋下成这样，怎么说也是黑棋满意的，不满意啊？嗯，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白棋刺一下在这儿，指望黑棋接上他再跳，对。那当然不干了，黑棋。黑棋这个贴一个好棋，贴一个好棋，贴一个好棋，因为你搬了它能够断，
这个地方有下来。对，是的。冲断是不行，因为蒸子有力嘛。嗯。这个蒸子有力也不行。那么，如果你所以说，那还不如单走。单走，不要点，不要点。那这样的话，黑棋估计也得。可能也是往这儿。对，那靠一下反正。这个等于是你走这个，被贼一走啊。黑棋白棋想了半天没有棋，再走这个走这个，那么这两手就亏了。是的。明显亏。对。以后进攻都不同，这两个损不少。没错。你比如说走在这里之后呢，它眼位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实战就是这样，走这个走这个，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走在这个时候，应该说黑棋的后势发挥了，可能觉得黑的还可以。对，就现在还是看不清，对，看不清中央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后势呢，慢慢的到后来，你总会发现它会有一些作用存在的。你看刚才这个，你说这个关子也很，这有个间断，你等于是补，这点完这个没有活。对，还有钱，你看他攻了半天，自身没有活，被黑棋捞着空来纠缠你，总是不有不舒服之嫌。对，所以我在想，刚才这个打入确实是一部好像值得学习的手法的。不，白棋有别的可能。对，我知道您打算拆一是吧？还有别的方法，比如说他不用压单靠，或者是刚才我们给他说的想的一些招法。哎，对，好，我准备下的时候哪天可以试试这个招法。试试那么接下来呢，白棋从这儿打入了。打入。他那个地方老不走，白棋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往这边走这个，也是一种想法，或者拆二，对，拆二挺大的，拆二也是一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黑棋中央的后势的潜力总是在，即使拆二的话，黑棋点了压过来以后，中间还是很有前空的潜力。他是觉得黑棋补一个，哦，这样可能补一个，那面也是一步大棋，哦，就走在这一带，比如说就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就这儿，这个地方，这地方他就连片，我都在想您是不是要撑到中间去。这样就是说也可以，你比如说以后的招数啊，他这儿点完了，对啊，我就想是不是直接这儿走了，对啊，是吧？你再来补一个这个，他就跳一个，这本身没有眼，这个你的这么忙着过，这总是不舒服。对，你让你去过的话，你就很不痛快。是的，这再走一个你过了，那这虚花花的这个黑棋这都是有价值的，都是有目的将来。然后你会发现将来这个目怎么也破不掉。那么这个没有拆二，对，他就从这里打，就打入可以打入这个棋呢，就我在那边要活出一块，在你的空里面，这样呢你也疼的地方是吧？对，是不舒服。然后黑棋拆逼住他，你没有拆二，他就这个也是一步大棋，对，一步大棋。大家看着，他是从这儿拆过去，不是把这个子这样跳出来，跳可能他拆着呢，对，就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跳这个拆三，这里是围着空了已经。他一个拆，他觉得这个也不小，然后白棋盖住他，盖住，在这儿。如果走那面呢，他可能出来。这个子还要处理，他直接盖住。他那么这个是必然要走的，这个脚太大了。白棋接上。对。飞。飞。小尖一个，这儿。搬一个。然后再顶住。啊。这个棋黑棋掏的也是很比较猛。对。这个棋形好像一般是不是觉得黑棋要补棋的话是这样急打吗？击打一个，然后再弯一个，弯一个啊，这个是原来是有这个形状，好像比较普通一些，看起来啊，对，黑棋还不肯呢，黑棋要这样，它要藏进去，要藏进去，挺狠的，这个地方还有拖，对对，那么白棋扳一个，打吃，打吃，对，接上，再打吃。然后白棋把这个唬住，因为这个不唬太大了，要被人家探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黑棋，因为你有这个损了一个，黑棋老先手了，他脱先了，对，这个脱先了，这个地方，应该说黑棋效率上它比较高了。对，我就在想，刘老师，这个棋，他白棋没有办法抢先手吗？
应该是有办法抢先手。但是他没有那么没有使出来，没有使出来，没有使出那个招法。这个棋被你不管怎么说被这个什么，这个棋可能我觉得单尖或者什么之类的，抢先手。他单尖，他是不是担心人家会急打？急打就在街上，然后打回来。那么这个也至少是先手啊，这样是先手，然后黑棋得弯一个在这儿。至少是那样。这样吧，那么这挡先手。照这样，那么再从这边走吧。不管怎么说，你得弄个先手。对啊，我也觉得是。这先手太重要了。这个他觉得可能以为这样也是先手，走这个。谢尔豪有时候棋啊是下的比较厚实，有时候，我自己啊。您看他的棋。看他棋看的也比较多，跟着对啊。他这个有时候稍微有点自信。尤其关子的时候，进入他步调，他有一种非常自信，经常有一种过于自信啊。但是的确有时候很好，他下得很好，就是不是那形势不错，很好的时候他自信对的，但有时候也有这个有点偏啊，就觉得不是很好的时候，他还是很自信，也有他用把自己的那个。实力也放进去了，有时候，有时候下的厚，一厚起来，有时候容易落空。年轻吧，这个应该是。还是有自信的一个。对，年龄很小，但是他相当有自信的一个棋手。这个棋呢，就后手，黑棋不补了，是吧？对。黑棋。下成这样之后，黑棋可以脱先了。这个角呢，就是一些目数问题。对。那么下成这样之后呢，这现在黑棋脱先他要去干些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的。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二届畅棋杯中国围棋公开赛复赛第一轮由童梦成对谢尔豪的对局。那么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个角上，对，黑棋呢，他拿到了一个先手，这个先手非常的宝贵，因为在外面还很空旷的时候，现在有很多大棋的时候，这个先手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这个黑棋现在显然是脱先了，角上只是一些目数问题，不着急，对，他先点了一下，这个之前就点过。点过一下，对，这个是他的先手啊。对，然后这招棋分开，这个是大势，挺好。如果你这个在这个地方呢，他跳起来啊，这地方有靠，这个城的木不大，这都漏着风的。这一个呢，如果你往这边走呢，有可能被进攻，里边没活。所以这个阵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不是还看着白棋这块棋一会儿尖了，一会儿尖了，这个尝一尝跳一跳都有先手味道，是有攻势的，对，有攻势。现在这个阵，那么白棋常规的来说应该要处理这一带，或者拆二或者飞，是一种选择，是吧？对，这个应该说是该往这个地方去想。白棋下的呢很有意思，他先冲了一个，他考验一下黑棋，对，然后断这个，断这个，他考验你是接呢还是打吃？如果你吃在外面，对，这个棋啊，那么这个脚上就不一样了，脚上有棋，靠一靠，这个就有一些味道，有味道，而且这个靠一靠，这里面都是有种种的先手味道。是的。很容易出棋，好像觉得这个角容易出棋，那么靠一靠，我看这里面走什么呢？长你被搬粘着，你这个是最强的，靠一靠，走这个，那么他就吃一个，看这个棋就出现有棋，是不是？现在好像不太好下，挖吃吗？挖吃，粘上，得吃。打又好像不太行，要打了给我那个什么吧，杀气吗？杀气啊，打这个，对，哦，这也是一种下法啊，粘上，对，对，我觉得好像黑棋有一点这个气，这是一种下法，我看啊，这也是一种下法，但是
刚才我们还有别的棋，嗯，等等，这个我觉得好像白棋这里面总是能折腾出一点什么东西，嗯，很容易，而且很容易，他可能刚才那个效更应该单长一个，可能更加单长是吗？在这儿爬一个，对，应该是能出棋的吧，这个地方对爬这个再爬，这样可能是比较，这就不行了，这个黑棋，种种味道，多种的一个下法，不管你这儿多一个之后，这脚上就产生很多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它断的时候，黑棋没有敢就这个，他接上算了，对，断完之后呢，就黑棋白棋就要马上走了。如果你再走一个别的，被黑棋再走一个先手走完，这儿有个刺嘛，你再补一个或者粘上，那么这个段就没必要了，有可能变成亏了，亏了，损棋了，损了脚上的味道了。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断完，你既然粘在那面呢，他这个时候再拐，他拐。所以您刚才说这个谢尔豪后半盘很强，果然是体现出来了。这个棋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想是这样的，当然先手，但是这两个交换了，这一交换呢，哇，这个子起作用了，黑棋可以脱先了，就是说，对，本来这两个没有交换，这一爬就死掉了。哦，原来是有这个关系。这两个交换了，你看再爬的时候，黑棋粘上，他不吃不掉他了，现在。这是黑棋吃白棋了。对，最多只有个打劫，你撑死了一路白一个。哦，要这样打就没，那就差多了。不是，打完了白棋要危险了。对，反正就这意思，你肯定是交换后完全不一样。你走这个在紧着棋，就是黑棋吃白棋。所以这两个交换，被黑棋交换着，它便宜了。本来交换不着的，这家是能立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到这个时候啊，黑棋脱先了。对。那个虽然很大，但它是个官子。对，从全局的角度来说，它不算大。而且呢，黑棋也不甘心，就人家挖一个，他就接上，被他白便宜了。如果你接上他，这个就这两个交换便宜了。是的，是的。这个本来是先手，现在变成后手了。对。又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既然你挖了，黑棋就强大场了。我就走别的了，把这个加住。刚才我说这个拆。很大很大，或者飞起来很大的棋，这个地方他走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子给吃住了，是的，吃掉，然后白棋脚上三三靠了他一下，靠一个，对，他先考验他一下，对，靠一个黑棋顶，对，这个地方黑棋啊，就是说我都要把你吃掉，对，这个地方脚上就没有活的了，已经说是你不管走什么，走这个他就立一个，反正是要把白棋给杀了，牵一个他就走这个，这里面好，你再顶一个我就搬过，总之你这个脚上我要杀你，对，要杀你了，就不会说让你活了，对吧，这个棋就是说脚上不管走什么，如果让你活了，我走了那么多肯定是亏的，是的，所以这一代就要比他们的计算能力，他把这个打拔了吧，只能是交换成这样了，白棋这个目是很大，这一手棋也价值相当，但是这手棋的价值也不，这就是看人判断了啊，那手棋换这手棋，对，那么现在这个靠一个，对，靠了一下，靠一个尝一个，我在想刘老师他这个靠三三啊，如果说黑棋一顶他就承认失败，说我这个靠三三跟外面这个子都死了的话，那这个靠三三不是已经很亏吗？应该这么说。对啊。应该是，那就没有必要靠一个。那还靠他干嘛？但是总得想办法。想办法出棋，但是你外面也没有路，不靠的话外面也没有路。你本来也跑不掉。这个是，必然是他都要必然要全部杀的，这都是厚的。你查压一个这个地方，他就是说我吃必然要吃你的。你别的方向你也没有棋。你走这个他就往后退一个，你这个地方总是出不了两个眼的，反正黑棋也是要杀，但这个呢就是说也有一些变数，有可能有点利用而已，这就是看看怎么利用了，然后他把这个给打了，把这个吃了，就目数还是挺大的，这先手黑棋团一个吃一个交换成先手之间，对，搬一个，这个时候啊，
那比较有意思了。嗯，他觉得这个是应该先手，应该是黑棋的补搬一个是吧？哎，对对对，他顺手走了。嗯，结果黑棋脱先了，我觉得脱先对的。对，脱先对的这个棋啊，因为你走两手的目不如现在中将大。是的，是的。现在我觉得这个时候白棋怎么着也应该中央走走，他好像先在这儿飞了一下，飞了一下，对，飞了一下，实在。不，我看谢尔豪的招法，我觉得他是想在脚上出棋，好像。但是呢，出棋想了半天呢，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没看出来到底这棋应该怎么出。哎，然后呢？啊，然后他再拐下来，这个就错了，那个这个棋已经损了。对呀、啊，这个棋就来不及了。这要死在里面的话，明显是亏损的。对，那个棋不管怎么说，嗯、你得赶快，哪怕是往中央走一步，就随便走一步也应该走了。该怎么着，这个都后了嘛，你可以走得进去一点。啊、进去一点。啊，你怎么着都行，反正怎么着得走一点，输一点在这个，输一点在这儿。嗯。下一步看一看，这个怎么着都得走了，K 棋子是不是得补一个？这棋你要再不保险，你至少也得往这儿走。对啊，这个棋想办法攻黑棋。对啊，这个虽然损了，但是也应该走这面了。K 棋这块棋不是没活吗？没有活。我们现在这上面只有一半只眼，这个子我还能跑出来。你最简单的不走，哪怕我就走走这个棋，已经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威胁。没错，没错。这个要走了，或者是你瞄着以后那个地方怎么样的出棋。嗯，哎，还可以寄予希望，这个可能是我估计是失大局了，有点想当然了，哎、觉得好像黑棋会搬粘了补粘，对他想来个先手、哦，然后再看那边怎么走，这个以为是想当然的先手，是的，实际上他不是绝对先手，没错，他一步杀不死黑棋，只是个留个打劫，嗯，对，这个棋他有多种选择，直接走是否有棋可以考虑，然后至少在这里，在这里一拐，那么黑棋啊，搬起来了。对。那么我都拐下来了，这拐了不走了，这被人家再搬的话、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应该还是得赶紧走中间是吧？反正得随便扔一个，这一带扔一个吧。就这个地方也就可以吧，嗯。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考虑、嗯，是吧？哎，这个也可以考虑。下一步你再飞一飞，不管怎么说，这棋就至少你他走这你刺完这一飞，这都是先手啊。对。这个马上黑棋就得给我做活。对，怎么着我也先逼你做活。这招棋总是有价值的。没错。啊、嗯，这个虽然这两个交换还没关系，还要继续走中央。嗯。那么再走一个。打吃，黑棋虎一个。虎一个提劫，那只是。又是个打劫，他让黑棋再继续再补一个、嗯，是这样走的啊？是的，这个很大。刘老师，我看到这个地方白棋花了，等于说他脱先一手，嗯，然后拐下来两手，第三手就打这儿，但还没吃干净，还要再花一手才吃干净，真是太郁闷了，这棋下的。如果四手，假如说我再添一个，再这样，那就四手啊，四手加起来，如果四十目，总共四十目，右手也就十目。你这就不合算了，而且还不到四十亩，哪有四十亩？这就三十亩都没有，那就亏了，实在太小了。亏了，所以就觉得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亏了，绝对是失于大局了。哎，这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不对，啊，这还差一手棋。那手棋也不止十亩啊，对啊，那手棋很大，哎，那手棋我觉得可以，对，换得这个，嗯，但是这个地方你至少在远边瞄瞄里面准备出棋，那是正道。没错，哎，这个棋连着走太多了，走太多了，嗯，这招棋特别大，嗯，因为这招棋啊，它包括中央啊，而自身的安全呢都是不小，而且它主要那个棋相对就护了这个，本来那个地方有棋的，有可能有棋的，嗯嗯，它护了它，又再保护了一下，对，保护了一下，那里面的那个棋啊就不容易出棋了，对。那个脚上，我们就关键现在就是那个脚上能不能出棋。嗯嗯，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那是个关键。嗯嗯，白棋呢中间先走了两下，在这儿、哦、这样搬，然后打吃，起掉，长一个，他还是下的有点不紧不慢的那种感觉。
这两个交换我并不觉得多好。是啊，不要交换这样。你要这如果把这个吃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打这个也可能这样的棋，也可能还想这样，或者是这个总觉得这么厚上加厚，给他这个交换你也太厚了。对，跟他这个交换呢还有点于心不忍呢。当然交换完了之后，这个地方口一封啊，那个地方就以后出棋越来越难了。这木叔好像觉得有点心疼，因为觉得黑棋虽然是这一代跟这一代可能差不多，但是这儿都起来了，都围住了。其实关键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能不能出点棋。是，白棋走了这个啊，钻头了啊，钻了一下。对，这个、这个还没有，现在没有，还没吃掉呢。可能也只能到，因为别的地方你不管走哪儿，它都有断。走再近一点都有分段。只能到这儿了，只能到这儿，这儿分不断，是吧？这儿因为它不用分段，这个走这个，所以这个很大。是吧？很大。确实很大。已经很难钻了。这个呢，又钻了一下。它把你给割断，这个特别的有力量。这个棋要割断，都给你吃进去，真的是。亏了，那肯定毫无疑问、亏了。就看白棋在脚上能出些什么棋，他是立的这个。对，这个地方看出棋的问题啊。是的。这个立这个呢，如果你黑棋走这个，那他希望了。他是就搬吗？还是就这个是？我觉得好像出棋方法很多嘛。这就出棋了。这就出棋了。退吧。对，那他这个很高兴的。顶一个。很高兴，这个很高兴。顶个就可以。哎，这个很高兴。所以这个棋不能走这个，这个棋这立这个黑棋怎么走？黑棋实战它是挡住的。对，挡一个好棋，挡一个好的。对，挡的是脚上，它就是说你做不出两个眼。对，而且这里呢，你往上走，我往下走，我可以度过。对，这个他把这个看成这样。是的。因为它上面都没有点关系。对，就挡这个呢，就是要硬吃，这是最强的下法，不能走那个。给你做眼，对，你走这个，那里面是死棋，这个就这个里面没有活哈，唬住就行了。飞一个可能是最佳的一个，把自己做大，这个可以了。对，下这个的话，黑棋是不是不能单搬？单搬这样是不是特容易出棋？如果单搬，如果单搬，他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这个断一个？可以断这个，断这个黑棋只能接回去。对，这不接上还不太行。这个如果这个先手，是吧？这个棋就麻烦了。那这脚就活了，这现在已经杀不掉。哦，他这个立就可以立先手，立掉还得打吃。这脚上就不容易死了。是的。至少是打劫。对。你走这个，他就走这个。至少是打劫了。对。他是不会给打劫的，他要净杀的，净杀，然后把他全部吃掉，所以不能搬啊，不能搬。那么这个时候是个关键，要对杀，这也是基本功。这个时候啊，黑棋也没有退路，考验他的计算，必须全部杀掉。如果不全部杀掉，你一活不是活一点的问题，很多麻烦的。他就下定决心，这么都把口都封死了，他也早算好做好准备，那个脚上是必须杀，这也是个基本死活。没错，基本死活问题。怎么杀？我们看这个实战。对，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精彩的地方，对杀。就是说人家进你的脚之后呢，你不光光要计算这个脚的死活，主要是跟这个死活有关系的这外面这几个子它有些什么活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是单单这做死活题，一个脚的死活，我想很快就做出来了，这很简单啊。重要的是它要小心它利用外面的这几个残子做出点余味来，这就比较麻烦啊。幸好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童梦成计算还是非常清楚的，他是二路直接加入了，直接加入这个是比较强的。对，你也是只有什么选择的，你要被渡过是肯定不行的，走这个他能搬过是吧？对，搬这个呢，他就算爬一个也没关系，长对的，猴一个，这个是个刀把舞。对，刀把舞他看出来是死棋，没错那么看怎么走。
白旗实战呢是立下来了，立下来，在这儿，对，对，立下来，这个比较狠。对，嗯，他这一立之后呢，这一代白旗这个顶啊，就是绝仙了，顶完了这要挡死你了，这三个字。这个立呢，你也不能搬啊，搬他走这个了。然后这冲好像已经来不及了。冲呢，它有个这个，嗯。然后黑棋接上。对，这儿有个，再一这麻烦了啊！这走它搬它有个扑。是的。哎，所以也是黑棋必然是只有一招棋。嗯。走这个。他加一个。哎，对，走这个，哎，硬杀只有他。嗯。哎，他下的还是挺狠的。那比较狠，对，比较狠。白棋长。对，这个棋也都是。也都没有别的选择，我看。那好，别的你顶也是，划成一条路，顶也是没有什么，顶它都给你断了，直接就断了也就完事儿了。对，这个断一个是看得很清楚的。哎，就完了。因为刚才是下不成这样，刚才如果搬呢，它是拐的，它搬它不会挡住，它是拐在这儿。那么现在呢，我先爬到一下就不一样了，先爬到一下再断就把断了也结束了，哎，就三个子吃掉了。对，你只有这个，清楚，只有这个啊，只有这个。那么黑棋也给你看得清楚。对。就干脆。他就挤一个，挤一个，哎，你也只有一招棋，粘上，嗯，哎，只有一招棋，他干脆这个棋呢就看得清楚，因为，你走这个是个刀瓣舞，走这个他走这个，这里面是一个，一只眼，直三，直三，这是，这叫基本功，基本功，一个直三。哎，这就给你这个脚上是不用考虑了，你只能是考虑外面能不能做两个眼，再找出一个眼。对，是的。里面是个铁眼，嗯，外面能不能找眼？对，这就看你的本事了。对，哎，这个大家可能看了这个棋形，觉得这个白棋还怎么逃出去啊？这哪里逃得掉呢？它粘上，我就把这补补掉不就行了吗？但是它有一些别的利用，就看着总会想出点办法来。哎，对，有别的利用。我们来看看这个谢尔豪他是怎么折腾的吧，在这里面。他挤了这个先，对，这个棋呢也不能，他都是要给你留下来，他考验你一下，对，都留下来，肯不肯让我连回去这两个子，哎，这个这等于是又损了两个，对啊，损了两个，断一个，这个也要紧着气，否则被打断了。是的，这个棋看似上是有棋，看似啊，怎么个看似法？我也不知道。不知道粘上吗？不，看似都紧着气呢。哦，紧着气，你看我这个紧着气，像似要是不是快出棋了？立下来。如果立下来，如果立下来，被他这一吃，对，黑棋就把这个棋筋吃掉，那必须拐过。他这一砸钉，反正是我那个吃通了，你那一个眼外面没有眼，我这都是铁壁。这下就看清了，看清了，就是看似他实战这个，实战这个地方就差一点点，因为这紧着气，紧着气，这很讨厌。对，如果不紧气，你松一气呢，肯定出气了。对，就是因为他贴着气，他就把气牢牢的给他，牢牢的给你紧着气。是的，是的，紧着气，这个气怎么办？那白棋能不能先折腾点别的？怎么折腾？说我横顶一个。横顶他就吃干净了，就吃掉了啊。这个棋也不好办，因为你走这个没有用，走这个都他就把这个搬了就粘上就行，搬了把那个提掉，搬粘了把这个提掉，你怎么这儿没有两个眼？这好像很难是吧？做出来这个这两个提掉之后，这边是这样的，这铁厚，这样什么借用也没有，这样你的这个两个眼也没有，对对，他反正铁壁死吃你。哎，这个也没有办法，是的，好像是活不了的，这是白棋没法活，哎，这也没有办法，这个是活不了，那么只能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想办法，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算长出来哈，这个粘上先手，比如说这个啊，对，这个，他挤一个，啪，这个扑是个后手，对。他扑的话，黑棋就补到外面去了，哎，对，在这边。所以这个扑他能够连回来，你断呢，他就粘上就活了，是吧？所以这个也不是问题。那么就这个地方看看再看这个是关键啊。对，主要是这里。这两个都不行了，只有吃这个。顶打，好，我们看这个，走这个，然后呢，我总觉得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能做出第二只眼来，因为脚上是一个眼嘛。但是这里呢，白棋需要做第二只眼，第二只眼怎么做呢？就是如果粘上大麻烦，他退一个，对这个棋啊，中间这个眼不行，
为什么呢？是的，你提掉它就并一个，就这两个杀一个，这个变成假眼。对，你走别的，我这个任何地方我这一逃就完了。对，所以这个棋啊，关键在于这个长是很重要，就是刘老师刚才摆的时候，白棋接黑棋长这个很重要，因为你顶在这儿就不行了，人粘先手这儿是个眼。对对对，如果你走别的，这是搬下去了。哎，对，所以这必须得藏在这儿。关键就现在我们在实战这个啊，实战这个搬下来断一个。对，这个棋呢，如果我扑挤一个，这招棋，如果你走这个，我这走这个，那就行了。这个吃先手是吧？然后这是接上白棋最佳，就活了。就等于刚才接的时候他接着了这一下。关键在这个什么地方啊？关键在于黑棋可以猴打一个。对了，这个时候当这个时候他扑，哎，他不让你如愿提掉。对，他如果挤的时候呢，就这一招棋你接不上，都来不及，就差这一下，很恼火，就差这一点儿，差这点，因为你接不上了，只能提。那么我再转手走这个，这就完了。这是个假眼，你接上都没用。对，这都没用了，这都没用了，这都没用了。就这能就在这个时候多一个打。对，因为有了他这个先手打，使得黑棋全杀得以成功。下成这样，这肯定是铁死了，铁死毫无疑问。哎，这面都没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都看到了。你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地方，当搬断一个之后，白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好像比较绝望的感觉。这个地方，因为这两个他必须得这两个都走着，然后先手走完了，走在这儿，这个、才能活。因为你走别的，我这断打先手，不可以。断打他接上的话，这一拐打当然他粘。对，他能够这个自粘一个，你好像没办法。对，自粘一个你没有办法。是的，那个扑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基本功，扑了人家能做眼。这个地方好像还没有办法，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这个地方是想不着想不到办法。这个白棋能自提一个吗？提一个也不行吧。提一个他哪怕走这个也不行，哪怕走这个也完。哦，走这个，那我再扑也来也没有，都没有关系，反正都也都没关系。拐在这儿呢，正好被断打。对，那怎么都差那么一点？差一点点，反正就是差那么一点，就活不掉。这个好像就是差一点，所以现在先爬一个。对，爬一个黑棋挡住。对，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仍然是你走那个如法炮制，它有个先猴打。哎，你那边差一点点，就差那一点啊。凑不上气。是的。你如果粘这个也是这个，是吧？也是这个。现在他接上的黑棋还是接上。这个。如果他提掉呢，他就把这个吃掉就行了。对，也是不行。总是差那一点。差一点点，这个地方当爬的走这个，然后呢，白棋抢这个点是最佳，抢的是这个，对不对？白棋拐一个。拐一个，这个时候就不同了。这个时候黑棋能拐这个吗？这个如果拐，它有个扑。哦，它单扑。对，再走这个就得逞了，再挤。哦，再挤，哎，这也挺巧妙的。现在。因为你吃。吃没用。吃它提了。吃可以提掉。快一气。啊，是的。你下面没办法。对。这没办法。对。这是最佳，这是最佳的。这挺有意思的。哎，在这个时候他抢这个是个要点。嗯。那么怎么办？这黑棋下一步很关键，要下对了呢，白棋就死了；下错了呢，可能就不行了。对，所以他走的是这儿，走这个。其实他走这儿也行。哦不，走这个被吃了，那不好。不一样。那差很多。对，这目数差很多。走这个，这个是个关键。对，这个时候，白棋你如果再走这个，被这一叫吃。他只能提掉，对，他自粘了，粘上，自粘了，就行了，哎，就完了，这就死得干干净净了。嗯，所以在这个地方，黑棋只有这个吃，这白棋不能再走了。白棋终于转身到外面去了，那这把这个吃，对，然后把这个吃，对，形成一个这样的转换了。对，这黑棋把这个提掉，但是啊，白棋有大收获，他这儿能够。连回去一串。连回来了。哦，好的。这连回来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便宜，但是呢，你这儿损了两个，这儿是便宜了，但是总的来说，从大局不影响，还是黑棋好。对，
因为你前面这个有损失，这个便宜不足以弥补整个大局。对，这是虽然是官子便宜，这只是官子而已。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呢，黑棋又在这儿压了一个。那我觉得这盘棋呢，主要我们看到啊，黑棋啊，就左下角啊，它是脱先，总共脱了三手，然后呢，就在外面抢了三个巨大的三手棋，然后把中控都围起来了。就我们看到这个黑棋的优势就是这样得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左下角这个脱先的手法，大家完全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就到现在为止，白棋还是没有把它吃干净。该吃干净啊！对，还得再加一手，第四手加上去了，才算是吃了25-26目棋，这太失败了，实在是。所以这下的时候，这脱先有的时候还是挺管用的哈，刘老师。就这个，这是一个，它中间连着不走，让它本来孤棋变成后势了，这个是特别关键啊。没错，是的。这个时候走这个呢，你再补它，再这么补加强一下也恐怖。它是往再往这儿钻一钻，是吧？然后白棋跳。对，它再尝一尝。对，是吧？补了一个。啊，这个棋。黑棋冲。对，这个棋呢就不舒服了。嗯，这个地方有几段，这个地方呢，不管怎么说，它不太好走了，已经接下来，这就有点不舒服了。对，如果你只是这样，对不对？挤住这空肯定是不够了，走一个围住，这个大概现在再把这个吃掉，应该说盘面15-20目。哦，有这么多，应该这样，应该是这样，差不多。而且这个待会儿。黑棋还可以再挤打，算白棋的，就算他是吧？哎，这样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因为这里还要补一手嘛，他就没再继续了。哎，这个不够了，这是主要是，哎，前面的这个问题。对，由于这个左下角中间作战那边活不了。对，左下角这个让黑棋脱先的手数太多了。所以对，就认输啊。对，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执黑的童梦成中盘战胜了谢尔豪，进入了复赛第二轮。好，我们今天就为你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